国际版 10.91 版本也出来了，不过寒冰菇是半成品，咱们后边视频再谈。这次先看新植物包浆预录。玉米投手会投资黄油，奶油生菜也能产生黄油，黄油毛茛当然也可以。而爆浆预录呢，爆炸一瞬间也会产生不少的黄油。爆浆预录阳光消耗100，冷却 CD 35秒，有点久，属于爆炸薄荷家族，一次性植物，基本属性就这些。咱们拿一关来实战试试。对于这株新植物包浆预录，你有哪些看法呢？欢迎视频下方留言提出哟。